来创建队伍。哎，外面好多字，来，让我来邀请。发生错误，请重试。哎，你这个游戏，呼，是啊，附近有怪不能是不是？好，那先把怪杀一杀。来，观众们，观众，我们先把怪有怪还不能组队哦。好，观众，我们先把怪杀一杀，然后我们来组成一个超大那个摇棒球队哦。那创制者那个睡觉还不能有怪哦？对啊。嗯。哦，观众都很给力哦！你看，我们现在看到一只怪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蚂蚁？看到一个那个饼块屑啊，饼干啦，饼块那种饼干屑屑，然后就整群围上去。你看现在有没有？这整个超恐怖的。就锤子香菇一下，锤子香菇。那我要找香菇哎，等一下先邀请他们，先邀请他們。发生错误啊！我不是有组队了啊？使用错误，邀请看看。哦，要这样哦，要点他们然后邀请是不是？哦，提出队伍 ，OK，OK，OK。Misaki， 哦，这个也是观众，这個、也是观众，哎、欸，越来越大群了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加组队。你们不要动啊，你们不要动啦。哦，林子糖哦，哎，暖暖蛇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然后 remix， 不要动 ，remix， 不要动。我知道你想要 remix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提出那个队伍邀请，还要冷却时间呢、欸。饼块、饼干啦，饼干屑屑啦。请问这游戏可以组足球队或棒球队吗？我现在就正在啊，我现在正在。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加入吗？棒球队。哎、欸，好，有香菇，砍他。死了耶！哎、欸、，remix， 你奈西啊！哎、欸、，remix， 你不要在我面前倒下、啊，而且重点是你还倒的姿势撩人呢、欸，你这样我会害羞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鱼鱼，为什么要不加入我的战斗？不加入我的队伍啊？饼块哦，不是啦，念错了啦！救命啊！瑶瑶棒球队应该会很雷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看我这样啊、喔，我以前真的是打棒球的哦、喔，我以前是棒球队的哦、喔。那是30年前的事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才20岁，你说我30年前？锤怪有啊，正在干嘛？198平均平，干嘛？你告人家75等，就你还是不能一击打死他？对啊，真的没办法哎、欸，应该是我。你看一下技能点，技能點不是那个配属性。你帮我开自己的视窗啊！这个、啊、角色哪里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应该点一点啊？我觉得应该点一点哦。盗贼应该点这个吧？感觉目前这个最高啊。第二个点数不足 ，fuck you！ 啊，我其实不会看，算了。点数不足，啊、不行哎、欸，我的血有5200啊！因为你根本没点数啊！你根本没点数，废话。奈何求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都不加入我队伍？来啦，来啦！你看有人在问怎么加。又不会把你们吃掉，进来啦，进来啦！哦、嗯、，Misaki 不会加、啊、，Misaki 不会加，哪里？他刚上面在问呢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对你按交友请求，不是啊，我按对你按那个队伍请求之后，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有啊，雨雨加进来了 ，Misaki 加油，春天姐来 ，Misaki 加油哦！啊，这个 Justina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，Justina， 你是观众吗？是的话，你在聊天室打一下好不好？然后大大要带小粉丝练等哎、欸，小孩在那边闹事。Yeah. 你棒球很强，不代表其他人很强哦，也是啦。我就当 Justina 好了，对他邀请看看。Justina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，不过你就进来吧 ，Justina， 好不好？来。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我的话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、啊，他也听不到。觉得很闹事，超闹事的好不好？打怪！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打怪，好不好？那你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点不到那只香菇啊！香，哎、欸，一直被锤啊！不要死哦！那不要死哦！那算了，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？现在就一整个很爆鸣，有没有？那摇那个 remix 123摇好帅哈、哦！谢谢大家！前进吧，甲子园什么的。对啊，我应该带着我们军队前往甲子园的哈。口西宴啊！甲子园啊！你知道甲子园吗？棒球啊，日本。对啊，啊对啊，哎、欸，甲子园是棒球最的最终梦想，最高殿堂哎、欸，拜托。Cosian， 我们现在就去打香菇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其他怪可以打好了。来，先不要打。哎呀，不是超闹！就是你现在连一个十等的香菇都没办法用普攻一击打死了你。哦哟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只退曲，好多只退曲哦。走动的花、看起来超凶的，结果才7等而已啊！锤他，两下。哎、欸，那个姑姑会围殴我啦！那85等不知道在干什么？85啦！85等不知道在干什么的。口西宴，
走动的花。你看又死一个了。哪里一个了？在哪？有一个还会满血。等下 ，Link 死在哪？左边啊，你看左边，又两个都复活了。怎么做？等下，这死掉是可以复活、哦。你刚不是死复活灰尘了吗？掐死大概吧，我不知道。你看左边那个血刚刚都空了。哦、你看就被围殴，难怪人家会死。小孩是小孩被围殴啊！小孩被围殴，完蛋了！喂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让你老婆死掉的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怎么办？小孩剩半血，你就不放技能？手动的话，我用大肠杆菌。好啦，放技能。时间还没到开麦克，对啊，九点十几分，大概十几分的时候再提醒我一下，很快，再十几分哈，等我一下哈。你看643，有啊，开技能就打掉啦。然后你看哦，你看这个技能超莫名其妙的，我要按他的时候对象距离太远。你看我还要离他很近我才开得到，你看这样还太远哦，真的超夸张的。开技能没死。好啦，获得是 Zenny 应该是浅浅吧。瑶瑶保护人妻不。好啦，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对不起啊。摇式棒球啊，走动的话好像大肠杆菌，这个刚练过，同上可以啊。啊，这边有没有其他怪啊？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怪好了。这边这边全部都是法师。法师。法师。这不是恐怖游戏啊，不要躲起来啊，你等一下吓我也没用啦。我刚顾着讲话，忘记要顾周围，死翘翘的。有狼，这个看起来就很强，赶快打他。死掉。OK。我们不能让我们观众受伤害哦，观众就是要拿来保护啊，不然要干嘛、啊？对不对？有经历过地震吗？有啊，还蛮长的。全身和短剑都是超短武器，对啊，按那个距离短就没有办法开技能啊。小孩怎么两个又死了？天哪！哇，游戏啊，怎么办？是我没保护好他们吗？我应该开大来保护他们哦，强化一下。怎么办？有好像有延迟，有啊。超烦。怎样？你又怎样？你的屁股怎么那么大、啊？你屁股才大、啊，这只狼自己一直在那边打他、啊。我不小心让小孩跟观众死掉了，怎么办啦？你就把他带这种地方来。他们说观众就是拿来当肉盾屁啦。又有一个海豹，哇，海豹万岁打瑶好帅哦，太好了。这个也可以跟观众一起玩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看观众一直死还蛮没有啦，带观众练等还蛮好玩的啦。好久没看聊天室啊，看一下啊，观众就是要拿来卖的屁啦，观众要拿来疼惜好不好？观众就像老婆一样，你们要好好保护他，把他捧在手心中呵护，然后这呵护下去呢，你手中的这朵花就会开花结果，然后就会跟你变成友好关系，然后这个友好关系呢，到最后他就会常常来看你的台哈，然后看你的台，说不定你就会看到，这个实况组又在玩可以那个一起玩的游戏，然后你们又一起玩，然后你就再次保护了观众啊。公差会，就保护观众啊，是不是？大概九点十几分 ，OK， 再一下，好不好？十几分就会换了啊，不要紧张啊。然后就枯萎了，哈哈哈！观众枯萎是哪招啊？放招哦，532无效对象，来再一招哦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强多了。我来看一下第二招是什么好了。第二招红，还好，第二招还好。我喝个红水，加油。9点了啦，好啦，我知道啦，10分啦，等一下啦，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啦？好可怜哦。好，9点大概十几分，反正就是我要这个游戏要玩满一个小时啊、哦，要玩满一个小时，然后我才能把它关掉啊、哦，然后才能换游戏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晚开，所以是9点10几分，所以我也会开到10点10几分。OK， 等我一下啊、哦。那你有没有？北七。不能打、欸，怎么办？观众又一个观众要死了，你那个鱼不要离观众那么近啊！离观众不是啊，离怪物这么近啊！离怪物这么近，你当然被咬死啊！他们跟你是有等级差，跟我是没有。你们才一两等，这个怪物有10级等，你们要小心啊！你们要小心，好不好？
对，好讨厌，然后我操！你知道在找什么 ？Hitbox 要怎么找你？不然你现在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我平常没有开台的时候，它不会显示；有开台就会显示了。没有开台，它显示什么啦？对啊，因为有观众都会问说，哎，为什么你的台点进去没有，或者为什么开 Hitbox 搜寻不到你的台？它没开台的时候是搜寻不到 ，Twitch 也是这样子啊。啊什么？对啊，哎，奇怪，你们就会用 Twitch 就不会用 Hitbox， 是有隔阂吗？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不一样。十点十几分，干脆加到十一点。嗯啊，看状况，看状况，好不好？好久没看到，现在是。去看，好，赶快去看，赶快去看。OK，好。等一下，不要离怪物这么近啊！你们离怪物这么近，我很难跟呢、欸。那每个都啊，鱼。啊，没事。怎样啦？你又怎样了？你又怎么了啦？观众死了，要怎么去甲子园啊？我们就天堂的甲子园见吧。可惜，你又怎样了啦？TW 可以找到、哦欸，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么不对，我说错。那你有没有姚妹是正妹？你有没有看过我妹？他们应该长一模一样、啊。观众血没了就要吃苹果。苹果。还跟妹妹打架打输了。我没有跟妹妹打架啦。啊、跟妹妹那么互压就压输了。不是用原本的，我是从 FB 找你哦 ，FB。啊、那你就从 FB 看就好，因为 FB 我开台我一定都会po网址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怎样？跟妹妹互压还压输？我 Hitbox 叫 Danny 啊 ，Danny，我没有压输啦。哎、欸，我才要走到你们那里就被怪物围殴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小孩被围殴。哎、欸，小孩你在哪？右上角地图。看不到小孩啊？那你完蛋了。小孩你在哪？去找啊，那边就看就没有，你就往这边走。哦，离线可以搜寻得到。OK。啊，那边绕圈圈。啊，我要下去啊，我要找下去的地方啊，这里。这里呀、啊。啊，小孩你在哪？小孩你不要死啊，小孩在哪？小孩不见了啦，我已经哪嘞？小孩。完了。完了！小孩，完蛋了！这里超多怪物哎、欸！我又死回去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把我们砍死回去了。死回去了！哎呀，糟糕了！好可怜哦。怎么办？我不喜欢让小孩吸尿尿。北七。呀，我在哪？我在地图上啊。死回去好了，我们去迎接小孩一下。哦，这个还要走下去，你就不能让我，你就多一个跳的功能嘛，很讨厌哎。就要爬上来。哦，姚没有妹妹，那有弟弟吗？我弟弟妹妹都有啦。往上还是走回头路了？啊，这里啊，要从右边吧。你刚刚往回走回头路往上、啊。抱歉，要走右边啊，对吧、啊？这边、啊，不要再上去，别想再骗我一次，气死我。我都往右往上啊。好嘞。那边拖，你那边小屁孩拖火车，你死定了！怎么办？我觉得观众要死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有办法直接瞬间移动回去吗？直接瞬间移动回去好了啦！我们刚怎么移动的？主界面。哎、欸，这样会退出组队、欸。好，我们再去刚那边找。好，我们再去刚那边找他。这边。按了才在那边想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什么时候玩麦快啊？等一下啊 ！CS 哦，在哪里啊？我的观众们。欸、各位观众们，你们要来找我、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咦？哪一个？咬屁股好大！一二三，赞啦！哦，找到了 ，remix 一二三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！哎、欸，不要跑！哈哈的屁股哒哒哒，安，跟你们说，咬的屁股很大。这个是小孩吧？点不到。小孩对小孩，大到比你们很大，咬拉屎。又咬拉屎屁啦！还有谁 ？Misaki 找到 Misaki， 你会吗？然后 Remix， 你会不会？啊？你会不会？不会。海豹万岁，这个也是。加回来。该玩家正在组队中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要退出那个组队啊？
你们可能要退出才有办法进来了。哇，我就是要泛舟啊！哦，这很讨厌，这名字很讨厌呢。怎样啦？组队邀请失败，对，他们可能要退出。好，我们再带观众去野区玩一下。哦，天哪，太好笑了。现在没声音是正常正常的吗？当然是不正常的、啊。镇长，你也要怕李某啦？超厉害！镇长，哦天哪！我们应该是那个市镇，然后长的，是，哦，是镇长，应该是这样拼起来的。现在没是镇长的，差不多在五分钟，对啊，差不多在五分钟啦。我觉得至少二十七吧。啊？我觉得至少二十七分吧。十七分哦。哇，那如果少个几分钟会怎样？是不会怎样啊，只是。应该是可以啦，等一下我再那个就好了。好 ，OK。有了。安，什么屁股大比较容易对准？这些攻杀回啦。哎呦！你刚有帮我看开始的时间哦、喔。大概而已啦。所以大概是十七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刚有说十几分哦、喔，我没有说十分整哦、喔，我说十几分哦、喔。我刚一直都讲十几分，我没有讲十分整，一直都没有。标准的屁孩？没有，你才屁孩啦！你全家都屁孩 ，bitch。还好换这个扩充扩展啊，还好换这个扩展不用那个冷却时间。你看刚连组队邀请都要冷却时间了，超 bitch。法师好久没看聊天室了，对啊，他都。哦，佳佳，你们已经退了是不是？我好久没看聊天室。好了啦。Misaki 加加，有吗？他们都加了，有进来了。对，提出邀请啊、哦，组他们，咬屁股好大根过来了啦，真啦，气死人呢、欸！不要连咬屁股好大都要跟我好不好？我不认识你啦。应该的，可以多不能少哦。对啊，是可以多不能少啊，所以你们要体谅我一下、哦、啊！刚刚说可没关系，我只会骗啊。没有，我说没关系是指我刚有讲十几分，所以没关系。那谁有听微博？有吗？摇屁股好大，不进来啊！这里有一个葡萄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会闪现呢？不好你，摇屁股好大，进来啦！海豹万岁也进来啊！超讨厌的，你也知道他们讨厌哦，气死人呢！我说你，我终于会加队哈、哦。OK OK OK， 明天开始暑伏，等于暑假结束哦。我七月一号暑假就结束了，别再说啦。我先退喽。OK OK OK。那姚有没有屁股再大一次？你才再大一次，你全家都大啦。我怎么会连死？是有多久啦？好 ，OK OK OK。快点啦，我要睡觉了。室友这么早睡哦、喔？八田美孝，这个是谁啊？不重要。好，不重要。既然法师都说不重要了，我们就来开招吧。啊？距离太远，开招了。哦，是不是六三一？对啊，十一等的这个蘑菇血就这么多，按、啊、低等的那攻击更掉打更久，啊高等的怪那血到底做多少？小孩说为什么站着没事都能死掉？啊，哇塞！我觉得还好，我没有去玩战斗、欸，跟玩家打起来不知道多可怕、啊。平衡问题吗？总觉得血量不太……嗯，对啊，你看我这样，其实我这样打他攻击已经算很高了。你们看他们打都二三十级而已，这样是要打民国几年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哦。我们暑假快开始了，暑伏就剩这周了，好好哦。对啊，他血量好像是蛮多的。对啊，我这样砍，等一下、哦、你把那个数字加起来，两百多大概砍四下，他血有一千多，可是你看他们打都十几，这样他们要打一百多下哎。他们打喽。哦，咬我是屁股好大，我是咬屁股好大，我死了啊！这你吸掉应该啦，白目哎。小屁孩这边说人家吸掉应该。不然呢？海豹为什么一直不教我组队啊？好难过，他不高兴。真的好，打怪。真的，你看他们打，还打一而已。你看，如果他们打一，他们要打一千多下哎。在打、啊。我发现美少是动漫人物、喔，也要拉屎在荧幕上，你才拉屎在荧幕上啊。爷爷好脏哦、喔，我要不要跟你玩了、啊？
你啊，小孩蘑菇包子获得，袍子还是包子啊？包子感觉就很好吃，咬我超好，我毕业了还回去照顾学弟妹们检定，好学长，一定是学长吗？是学长吗？除非人家是逼不得已。好好校友，哎，这样讲就好了。OK， 好。哎，这个退区的花看起来真的超恶心的，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啊？退区的花，你知道玩 RO 还会怀念一只怪物，叫巴丰特。什么是怀念他了？因为很常见啊。哪里常见啊？哪里不常见啊？不是玻璃到处跑吗？啊，对哦，玻璃也是啊，玻璃也是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一直提醒我时间，不要一直提醒我时间，我会很有压力。等一下啦。阿鸟尾，阿鸟尾啊！知名石矿主，知名石矿主啊！把这边清完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怎么有一只莫名其妙的东西啊？月兔还上面还写着精英呢。你看我画面上，哎，又死一个了。哎，法师雷雷一二三死啊！哎，他为什么说这么多一二三呢？因为我的名字叫姚一二三，他们全部都在学我啊！真的？对啊。复活？他直接复活哎！好，清完了，等一下再一只，把它清完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打？我在哪？打他！哎，越来越多只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个工商呢，我现在一直按，一边按一边结束啊。是不是有人喷装了？应该是怪物喷的吧？这个死掉不会喷装啊，不然照理来说，他们刚早就喷光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准备切换我们的天空秘境生存二啦，哦，那我这边画面先切换一下，那游戏这边的话，我先离开，嘿。